此刻我嗨，哲玉，你敢打赌我看了你的照片会去厕所？你说那样那样这样这样吗？艾维鱼先生，嗨香香狗，这里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请各位帮我祈祷，今天会有正常人，我真的很需要正常玩家。我所谓的正常玩家就是，你不用完美没有关系。真的，因为如果完美的话，大家都前五百了，不用完美，大家都会犯错，我也会犯错，只是做一下该做的事情，就这样。嗨，感谢追随，感谢想妙的追随，谢谢。我昨天遇到一个昨天遇到的怪人真的太多了，有那种开场40秒第一波打输就开始玻璃心的中国玩家，就开始气愤了。有那个七进然后不出的，就是进去七次死七次的拳王，死不换脚的。然后还有一个玩八弟的，过了快两分钟了，补量四五八，问他为什么四五八，他说他不会玩八弟。然后还有那种组三排的，一个输出带两个奶妈，然后那个奶妈只奶那个输出，
然后另外坦克还有我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奶量和资源，然后我们死得很惨，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一直死，能不能来一点正常人，真的不用很厉害，真的正常的玩家就好了，我上面提到的都是不正常的，能不能来一个正常的，我讲到快哭了。我只是需要正常玩家，有这么难吗？你懂吗？不用很强，因为我也不强，我也很普。没，不用会犯错没有关系，我也会犯错。可是至少我补人，我玩补的时候，我知道该补谁啊？有没有？就是坦克，就是对，就是你就是对阵对面的坦克，然后尽量创造空间，输出就是打人家中后排。奶妈就是大部分看坦克血量，偶尔看一下补那个输出的血量。然后不行的话就看一下另外一个补有没有问题，就这样而已。对，就这样，做不好没有关系，真的。糟糕，我应该先守守的，我不应该直接打的，我现在手好深啊。不是，大哥，怎么好像又没有正常游戏了？救命！想说可以杀掉几个人，怎么办？我觉得这场没有救哎。我们拳王很坚持拳王。后面也死光光了，完蛋！我是觉得这场没救了，我想要下一场了，好不好？让我下一场。让我下一场了，好不好？我受够了，我受不了，救命！我要吐血，我真的要吐血，我真的会吐血，我真的要吐血，我真的要吐血，我真的要吐血！哇，第一，我先讲，我玩的没有很好，可是我的队友好像也没有很想赢的意思。啊不是，我们拳王到底有啥用？不是，
大哥，你要玩拳王，你好歹把二楼赶下来吧，不是你是拳王哎、欸！大哥，你玩拳王，你给我在地面上飞 ，What the hell？ 啊，人家一直在高台过那么爽，你到底玩拳王干什么的？啊！救命啊！不是，谁先告诉我，谁先帮我解释一下，这游戏真的是能不能来一个正常人？我各位，你玩这种激动脚，你不上去二楼，你干嘛？啊！你知道，就好像我昨天有玩一场那个叫什么？高低差很大的图，我忘记那张图的名字了。然后那一张图呢，我们的坦克玩地吧，他从头到尾，他一直在走一楼。你能想象吗？地吧，一个飞行技能，冷却只有 1.5 秒的地吧，他从头到尾都在走一楼，他从来没有想要上去撞二楼。你知道，我是蛮难过的。然后刚刚我的拳王给我的感受就是，他没有想要去抓二楼的意思，他不用抓死，他只要跳过来把他们打下去也都好，都可以，你懂吗？刚一个76一直在这个位置，然后一个艾希一直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一直在一楼，我不知道在干嘛啊，我就不懂啊，我就真的不懂啊。Hi, Fairy Love， 狗狗好可爱，确实，八哥犬世界上最可爱的狗狗，现在只剩八哥犬可以治愈我的心灵。你看人家都拳王都知道要走二楼，啊，我们家拳王怎么就不知道要走二楼？哎，没了，我，哎，为什么只有我要玩游戏啊？我不想过去了，能不能来一个正常人啊？正常的好不好？不是，能不能来一个正常人啊？不是，这游戏真的有那么难吗？我不要求你玩得很好，因为我也玩得不好，各位，我也玩得不好，我真的，我只是要求一个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不是，我不太会玩拳王，可是我都拳王可以这样。你跟我说你那样上不了二楼啊？不是，拳王甚至连这边都可以过来，你知道吗？啊，你一直在打一楼是在打什么的？你告诉我，对不对？啊，请你我就想问啊，就我就不懂啊。拳王是一个机动性很高的英雄，哎，哎，啊，怎么办？好，我要冷静，好，冷静。不知道的观众还以为我在做效果呢，可能有一点了，因为第一场而已，其实我没有那么气。如果是十场后，我可能就是真的生气。因为我刚大概打了前两分钟，我大概就知道没救了。斗阵真的很容易暴气，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我渴望一个正常玩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再来一个什么？哦，我第一次玩巴蒂这种玩家，我会很难过。我还是不懂哎，拳王打不了二楼是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要选拳王？如果你要玩一楼平推，你其实可以玩 Sigma。没事，今天一定有正常人的。请问这场是正常人吗？
请问这场是正常人吗？请问这场是正常人吗？我跟你讲，我才不信！我跟你讲，我不信，我不信！我跟你讲，我玩这个游戏的运气就是背到一个极点，我不信，我不信。等一下一定会为什么莫名的疏失哦，发生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Nimbus 生日快乐，Nimbus 真的生日快乐吗？头问。有，不行不行，我现在我不信。你每天都生日，这么巧，我今天我也生日哎，19岁生日各位。哎呀。哎，您终于拔刀了，然后有拔了一个，有啦，可以啦，可以啦，他拔刀之后，很多人，可以可以可以，稳了吧这场，稳字一输，啊哈，啊哈，啊哈！我是不是被针对了？既然都被针对了，那我就这么喜欢追我的吗？我知道我长得蛮性感的，可是也不用这样。大哥，不是，哦，哦，好吧，哇，我们安娜命中率是不是蛮烂啊？不过他刚刚是死掉了，所以我不怪他。那个各位，要走了吗？请问一下，我们家奶妈啊，救命！我就知道没有正常人。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在这边做拉扯，我们家奶妈到底在哪里？谁可以告诉我？要说要说，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这游戏就是一个，哎，没有奶妈，他还牵 B 机不牵我，太棒了。谁能告诉我这一场怎么输？我，哎，哎，我好难过。我要玩托比昂，我受不了。现在只有玩托比昂，我才可以开心。我的队友没有任何人来帮我，我很难过，我快哭了。然后甚至我刚刚在想要消星星血量的时候，我们家慈悲在牵 B 级，他不牵我，你不牵我，你牵 B 级。
哎，我也不是要你全程牵我吗？至少刚刚要牵我吧。不管了，我要投彼岸，我受不了。请问一下，我有没有奶吗？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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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奶吗？有没有来一个正常奶吗？有没有？能不能来一个正常奶吗？刚刚有牵我没有啊？没有啊？你是说我第一波托比昂的时候吗？我没有感觉，真的吗？好吧，但我很确定第二波没有吧。哇！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这一场，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没有很想认真打了。我很抱歉，我现在可能表现得很消极，可是各位你们要懂我，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啊，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是一件很白痴的事情。每次队友在搞的时候，都是我在那边认真想要换角，然后队友都没有想赢的意思，然后最后我努力换角什么，我还是输了，然后就会那种感觉很差，所以我现在没有很想打完这场，我觉得随便的，我只想赶快下一场，赶快走了，超级白痴哎、欸！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啊？然后大家都是嘻嘻哈哈在玩，然后我在那边努力换角，那就很白痴啊！所以我现在只要一言不合，我就脱笔了。不是，这刚那个真是太白痴了，所以不想打。不然每次我都会玩到气噗噗，你知道我有发现我为什么都会玩到气噗噗，就是我有很长，我会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会很想赢嘛。我其实好胜心蛮强的，例如说对面出法拉，哎，我可能就是麦卡利或者是艾希。然后如果是对面是出刺客闪光或是原始，那我可能就会出托比昂。然后如果对面是星星，或者说那我就会出死神。那如果对面是例如说我们是想要走那种刺客阵，那我可能就会选 Echo。我先不想玩的好不好，但至少这是我几个我会选的，然后我有自信的。然后如果是需要拉远距离的，然后或是有夺命的又要破盾的，那我可能就会拿半张，然后每次都是我在换角，我就觉得很智障啊！我其实是一个换角换很勤的一个玩家、欸。然后玩到最后就变成说我一直在换角，然后队友 OTP，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要换，好啊，我就换托比啊，受不了。台主刚刚是不是在说慈悲没补他？哎，某一波啦，但那一波很关键呢。
哎，怎么是打到我？哇，打不了哦。就我觉得比起那一场，比起刚刚那一场，比起慈悲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时候是避击的问题，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一开始玩安娜，然后后来换避击那个。哎呦，原来刚刚的慈悲是你吗？啊、如果我怪错你，那我很抱歉，因为觉得刚刚那一场本来是顺被打成逆风局，我其实就已经有点不是很想玩了。因为我刚刚前面我们第一回合蛮顺的，然后顺到不知道为什么被逆风，然后我换成死神尝试想要切星星的时候，我那个后。第一回合后面其实没什么吃到资源啊，我认真。然后当我看到另一个安娜，她已经不太会奶了，然后她换 B 机，我就有点不太想玩了。也不是不能玩 B 机啊，她玩 B 机就很奇怪啊。欸、你不能来找我吵，我说你先走啊，我正要开 replay 欸。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我先讲啊。就是你好几有几波没有奶到我、啊，你不能在那边跟我说你是小号或是什么，或是说你来跟我吵架，讲完就怎么讲，那叫什么绕干吗？不能这样欸。我正想要这一波这个游戏这一场结束呢，我开 replay 慢慢讲欸。欸、没有这样子的、欸、哇，你特别来频道来找我吵架，那我知道你应该说来找我辩论，你来找我辩又不让我又不给我那个有那个反驳的机会，趁我在打新的一场的时候这样子，我是觉得是有点问题啦。我是正想说欸，既然你那么要讲，那我们就是来开那个 replay 来讲。哇，完蛋，有人来找我辩论，然后我根本没办法专心玩游戏。而且我还是必须讲，就是我说没有奶，并不是在单指一个奶奶。啊，怎么会？你就这样突然跑来找我吵架？啊，哎，算了，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啊，不过他走了。
is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Aha, you're done.哇，玩脱了，各位。嗨，流星。Someone needs to fill this saddle. You're in for a smooth ride, right? Right?That look. Mending an old wound. I wrong someone dear to me. The path to redemption is trying. 这样，趁现在先清空一下，昨天避免的。啊啊啊！按错。I hope so. 不然我怕等一下又要避免人，然后还要先清空，就很麻烦。哇！为什么那个炸弹、那个地雷可以丢过来啊？
than that. 我们安娜爆气。我们安娜打字说：“傻逼吧你，就炸我。”然后还有打什么？他好生气。是啊，我也会不爽，可是我不至于会打字跟人家说。What the fuck？ 完蛋！哎呦，睡得好哎。完蛋！我要走心了，我要走心了，我被反弹死了。啊！换角了，换角了。好像不需要我哎，我觉得要赢了。好，不需要我。不行，我要换首歌了。好，下一场，今天的首胜，我玩了多久？44分钟。号被韩国人盗了，你怎么知道是韩国人？Someone needs to fill this saddle.One more mission, huh? I'm in. To find success, we must search in harmon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Round one.
capture the objective.好像不用换，好。What the hell？ 换脚，换脚了。喂，都是的。完蛋，刚那一波居然没打进去。完蛋。我们这一场是不是坦克差距啊？你们有这个感觉吗？怎么办？我该玩什么？我该玩什么比较好？哇，他是猜不了地方吗？鱼塔应该蛮好拆的吧？不，没关系，至少他愿意换脚，我已经很感动了。Five, four, three, two, one. Round two. Capture the objective. Do not dwell on the past. We must bring here. Marked by the dragon. 어렵지完蛋！
完蛋，这一场要怎么解？啊哈！啊，知道怎么打、啊？换角了，换角。糟糕，我们女坦顶不进去呢。没钱，完蛋！哇，我真会躲，我真会躲，我真会躲！为什么他要死？啊，我们坦克顶不进去，根本没有法子玩啊！要怎么打？我要避免人了。Charging!
and hitting things.不行了，要换脚喽。怎么会有托比羊啊？Hi Zed, hello, 早安。Come on, Cole, try a little harder. Honor is all I have left.怎么是我？我有看错吗？他换猪哎，啊，又换回来了。我想说换猪，那我很舒服哎。哇，赢了耶！哇！Play of the game。Nerf this。
现在一个小时赢两场还行吗？我今天输几场不行，我觉得我一直很在乎昨天的游戏体验，让我很不舒服。一，今天玩了四场，所以现在胜率是 50%。Midtown Powder。Hanasaku， 这张图进攻，我猜有夺命。Honor is all